DNG 21号在中国上海举办时装秀，但预告广告却惹恼一票中国人。我们首先要向大家展示如何用这种小棍子形状的餐具来吃我们伟大的传统玛格丽特披萨饼。你们是不是一手拿一根，像小刀一样切一块披萨饼呢？不不不，不是这样。原本是在描写东方碰上西方所产生的火花的起筷稀饭系列广告，却让不少中国网友炮轰，自大口吻是在嘲讽中国人没文化。传统的番茄酱意面，尽管你可能以为跟吃中国面条差不多，实际上吃的方式还是大有不同，没那么简单。对，夹起它然后卷起来。中国网军套伐 DNG 歧视，充满种族刻板印象，还有人呛筷子怎么用还要你教，扬言抵制。所以网络还爆出疑似设计师加巴纳的比战对话，设计师辩解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用筷子吃饭，西方人用刀叉，这也算歧视吗？那吃狗肉算不算歧视？最后还暴怒说中国是屎国，但随后加巴纳则声称是账号被盗了。急于打进中国市场的 DNG 去年就曾在北京举办走秀，但一系列在街头的写实广告也被部分人认为是丑化中国 IP， 只爱人民币不爱中国。这次涉嫌入华风暴发酵，章子怡、李冰冰、黄晓明等40位中国巨星和400名模特儿都表明不愿意出席上海走秀，更传出中国文旅部已经下令停办。DNG 广告标新立异，想缩短文化差异，但却忘了中国人有玻璃心，也让创意成了公关灾难。三立新闻报道。